嗨，我是金妮，白雪公主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白雪公主的苹果，开动吧！巧克力，我还没吃饱呢。哦，好吃的花朵，开动吧！粉色的。两个一起吃，奥利奥，这个不怎么好吃。哇，我有一个西红柿，还有一朵花，吃了。好吃，更不好吃。柠檬，我不喜欢花朵，我喜欢苹果。花朵，再见。这里面有苹果酱。花真的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。这是食用花，朋友们不能随便吃外面的花哟。食用花，食用花。